记得订阅及按赞，有新片时就会即刻收到通知。大家好，今日会带大家去一间新开张三个月左右的自助餐食好嘢。呢度嘅装修非常之靓，有成五百几款嘅菜品，有100米长嘅食物区，保证你3日3夜都冇办法试晒所有嘅食物。由罗湖口岸出发，只系需要搭2个站就可以嚟到老街站。最接近印象城是老街站 F 出口，一上地面过马路，跟住镜头一直向前行，就会见到麦当劳噶啦。咁过咗麦当劳之后，沿住条街一直向前行，就会经过太阳广场、莆田鞋等等，跟住就会嚟到印象城门口。烟火码头就位于商场嘅3楼，搭扶手电梯一上3楼就会见到餐厅，装修真系好靓。餐厅的面积有3万尺左右，真是大到好夸张。眼前所见全部都是烟火码头的范围。餐厅平日午餐11点半去到2点半，晚餐5点去到10点营运，提早半小时派筹。无论通过美团买券或者在餐厅直接给钱，都是人民币159元，限时120分钟。由于餐厅面积好大，要行匀晒所有嘅食物架最少超过1分钟，可想而知餐厅嘅食物种类有几丰富。海鲜池就有6至7款海鲜供应，以贝壳类为主，当中就以鲍鱼最抢手，经常会出现冇货嘅现象，要职员不停咁样喺度补货。睇体型应该系10头鲍，海虾几大只。其实以人民币159元嘅自助餐嚟讲，呢一只尺寸都算系好唔错噶啦。圣旨睇形式中唔算大，用手指一掂佢就会缩起嚟，好得意。沙白呢个 size 就啱啱好啦，太大反而就会好老，青口都几大只。隔篱哥哥仔真系好识食，佢一大碟咁样攞走，冇几耐又攞咗一大堆沙白，真系食量好惊人。我哋就只系攞咗少少黄金贝准备烧嚟食，另外再加几只虾同埋鲍鱼。海鲜池隔篱就有个洗手盘，可以自己洗一洗啲海鲜。冰鲜区有好几种海鲜，有鱿鱼酥、海虾、鱿鱼片、木鱼花，仲有螺片、阿根廷红虾、虎虾、巴沙鱼片、黑鱼片、甲鱼、娃娃鱼等等。我哋就攞咗一啲花螺、圆贝、鱿鱼同埋八爪鱼。喺餐厅另一边都有牛蛙、鸭肠、鱼滑、猪腰、鸭血等等。澳洲 M5 黄牛非常之抢手，职员啱啱补满货就即刻俾人攞咗几份添。隔篱就有牛仔骨、厚切五花肉、梅花肉同埋牛上脑，连肝肉都唔知系咩部位，我都系第一次见。隔篱玻璃后面咧就有个厨师喺度现切牛肉，有好靓嘅嫩牛肉同埋空口油供应。泡椒牛肉串可以用嚟烧嘅。仲有菠萝肥牛、肥牛、乌鸡卷、肥羊等等，呢度全部都是腌制过的食物，烧嚟食。如果想去 BBQ 聚会，就可以考虑嚟呢一间餐厅，佢又有冷气，又有齐食物同埋饮品。喺香港单单买材料可能都是差唔多价钱。呢度可以烧烤、火锅、双自助，超抵啦！自助餐居然有北京烤鸭食，呢个我都好抢手。每一次一放出嚟就见到好快俾人攞晒啦。北京烤鸭隔篱都有中式餸食，有猪扒、猪脚同埋金钱肚，仲有广式烧鸭、豉油鸡、烧肉同埋叉烧。哇，原来有福建名菜佛跳墙食添。睇下啲中式点心几得意咧，卡通造型应该系小朋友嘅挚爱。行过少少又会见到有日式海鲜蒸蛋同埋木瓜炖雪蛤。非常滋润，特别适合女士饮用。小龙虾是店里面的 top one 美食，每次一放出来就见到有人在这排队拿，深受国内人喜爱。高压锅蒸蚝都是第一次吃，原来是超级好味，原汁原味超甜。我都拿了几个，一阵间试完之后再评论。粉丝原贝都好特别，好快就被人拿晒。熟食区有藤椒鱼片、清蒸多宝鱼、蚕蛹、紫苏牛蛙、避风塘虾同埋椒盐辣料虾都好似几吸引人。
不过剥壳真系太麻烦啦，所以我就冇试到。日式寿司区食物特别色彩缤纷，令人特别有食欲。呢度提供咗多款寿司、日式小食同埋鱼生刺身，包括扇贝裙边、包片、希灵鱼同埋蟹柳。更加唔少得嘅自然就系三文鱼片。望住师傅喺度切三文鱼，就会令到人流晒口水。呢度仲有芝士焗生蚝、芝士焗扇贝同埋芝士焗榴莲。望住呢一堆食物，唔知点解我突然有一种好似食紧圣诞大餐嘅感觉，真系太诱人啦！肠仔、鸡髀、鸡翼，全部都系我平时好中意食嘅。隔篱就系铁板系列，有煎海鲳鱼、炒大虾、炒鱿鱼、豆腐、大虾串、荔枝木牛肉串等等，仲有一大堆食物等住厨师嚟烹饪。呢度有几款手工飞饼，有三种口味 ，pizza 都有三种口味，榴莲、牛肉海鲜、黑椒鸡扒。呢、这个区域应该是细路仔最中意噶啦，佢有大量糖果供应，看落去好吸引。呢度仲有章鱼小丸子、焦糖橙子。呢度嘅蛋糕款式都有十几款，分开两个区域嚟摆放，有榴莲蛋糕同埋唔同口味嘅慕斯蛋糕。我几中意食甜品噶，所以每次都会留翻个胃口去食蛋糕同埋雪糕。睇下啲蛋糕全部都系色彩缤纷，造型精致，系人见到咧都想食。哇哇哇！有我最中意嘅冰糖葫芦啊！如果佢有埋士多啤梨味就完美啦。蛋糕区仲有几款凉粉供应，四川冰粉、仙草水果捞、山椰班拿同埋杨枝甘露等等。呢度雪糕是非常特别嘅，识得旋转，一打开个盖就会慢慢停落嚟，有好多唔同口味，只只都啱我心水。餐厅酒水区都好特别，非常有心思。单单系呢几款嘅鸡尾酒已经吸引咗我影咗好几张相啦。仲有红酒同埋唔同口味嘅果汁，生果区供应亦都相当丰富，连青瓜都有，用嚟解腻就一流啦。番石榴、火龙果、橙、菠萝、奇异果，睇咗咁多美食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字嚟概括呢间餐厅，真系好靓啊！无论系装修啊，定系食物，都可以用一个靓字嚟形容。厚切炒酸奶真系好吸引，应该有八个口味，其中有三个口味咁快就俾人清咗嘅，真系好快手。沙律就比较占空间，所以用碟仔装好似细咗啲。呢度连奶茶都可以玩出花式，真系好有心思。冇谂过连花茶都有，而且有四种口味。如果系冻饮，应该会更加吸引人。呢度食物真系太多啦，仲有一部分我系完全冇介绍过，建议大家自己嚟试一试，性价比一流。餐厅除了供应电磁炉之外，台上面还有一个烧烤炉，那我们就拿来烧黄金贝和生蚝。等紧的时候，我们就先品尝一下高压锅蒸蚝。虽然体型不是很大，但是蚝非常饱满，而且鲜美无比，原汁原味。吃了两次原味蒸蚝，我都很满意，感觉最简单的烹调方式反而是最正的。北京烤鸭我们都吃过很多次了，要热辣辣食先好味。今次呢一块都算是中规中矩，虽然冇烤鸭专门店咁好味，但都过得去嘅。麻辣小龙虾望落去就好似好辣咁样，但系实际上咧就只系小辣，主要就系剥壳实在太麻烦啦。如果唔系，我一定学其他人咁样，一大盘一大盘咁样攞嚟食，用咗好几分钟先剥到五只，真系太麻烦咯。剁椒粉丝蒸原贝望落去几靓，原贝就细粒咗少少，其他都还好。百零蚊自助餐唔可以要求太高。三文鱼色泽诱人，食落去淡淡肉，比小龙虾方便食好多。wasabi 就比较攻鼻，唔好饮太多。我哋就比较怕辣嘅，所以平时咧就好少用麻辣汤底。今次同朋友食。而且咧就可以用鸳鸯汤底，咁我哋咪试一试咯。居然觉得味道都唔错，圣子细细只，但系就鲜甜无比，新鲜食材一定唔会错。
海参煮熟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嘅咧？系咪煮过浓咧？呢一块就系黑鱼片，鱼肉都好结实。呢粒鲍鱼虽然就细粒咗少少，但系咬起嚟咧就好软熟，其他大粒都太好味啦，都被我朋友全部清光晒。呢一种就系朋友啦，彼此之间完全唔需要客气，相处嘅时候亦都唔需要拘谨。大家攞海蝦嘅时候一定要揀活嘅，只要系新鲜海蝦就一定会好味。百合雪耳桃胶，食一碗滋润一下先，微微甜，非常之啱我口味。本嚟就攞咗雪蛤膏，但系等我想拍嘅时候，居然唔见咗喎。果然系好朋友，同我一啲都唔客气。澳洲 M5 和牛，店家特登放咗个牌喺度，系重点推介产品。建议大家煮10到15秒钟就可以啦，如果唔系就会变老。咁我哋就用麻辣汤底去煮，味道同平时食嗰啲牛肉有少少唔同。今次挂住倾偈，煮咗成30秒咁耐，所以咧肉质就有少少老。章鱼小丸子系我细个嘅时候最中意嘅食物啦，可能系因为儿时嘅情意结，所以今次食落去都觉得好好味。烧鳗鱼就淡淡肉，不过汁就咸咗少少，而且冻咗。下次可以将佢摆落去个炭炉嗰度加热一下，睇下会唔会更加好味。芝士焗扇贝味道唔错，芝士味好正，原贝都好食。芝士焗榴莲，榴莲肉同埋芝士完美咁样融合咗一齐，难分难舍。就好似是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，令人回味无穷。如果今日不是吃自助餐，我肯定会一口气吃3份那么多。超级可爱的动物造型红薯包，红薯馅不会太甜，做得非常健康，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些造型。榴莲千层蛋糕，蛋糕软熟， cream 都不会太多，可惜榴莲味不够浓，如果不是我都会很喜欢吃。其他蛋糕都是中规中矩，完全对得住个价钱，跟其他200多元的自助餐比较完全不会差，以性价比来看的话反而是超水准之作。雪糕就是我的挚爱了，我今次又是吃了2杯，这一杯就是绿茶味雪糕，里面带了些朱古力粒，每日来一杯就真的好像快活到神仙一样。吃完饭之后，我们就落咗去印象城隔离嗰栋门，包师傅买了少少糕点，就做第二日的早餐。之后又去了附近的太阳广场苏大兴买榴莲酥。